大家好，我叫杨洋，现在就读于 Richland Center。这现在呢，春季学期刚刚结束，我是春季入学的。现在这是 summer vacation 的时候。说到回想我春季的经验的话，我觉得我这学期过得很充实，也很愉快。说到学业上呢，从最开始选课的时候，我刚来的时候还是很担心自己的课程问题啊，比如说会不会课能不能选到合适的，或者是自己能不能跟上这里的课业难度啊。但是有 Emory 的帮助，我觉得自己这些课程适应得很好，现在我的成绩呢也很稳定，也很好，所以很感谢 Emory 的帮助。说到课外活动方面呢，我是很喜欢这里的活动的。Richland Center 他们这里学校有时候呢就会举行一些简单而有趣的活动，我个人觉得他们对于调节学习的状态呀、换换心情啊、调节情绪都是很有帮助的。我呢参加这些活动算是比较勤的了。现在呢这学期是刚刚结束，我的课业还是很好的，而且课外活动呢我也参加很积极，我觉得自己现在适应这里的生活适应的还是不错的。多方面主要是因为把 Emory 给我的很多帮助，帮我适应这里的日常生活，比如说饮食啊、衣食住行方面。而且当地这个学校的员工，我觉得他们都是很 nice 的，都非常的友好，你只要有什么问题啊，随时都可以问，他们都很乐意解答，所以我觉得自己这段时间过得很愉快，也很轻松，希望下学期也能够如此。